现在救鸟还是救人呀？如果不防护，这个鸟啊吃瓜非常严重，他们吃了天天都想来。真的，这只鸟儿等瓜熟了，他们成群结队的来。如果一防护，用这种脏网，就造成鸟类的大量死亡，生态破坏又严重。如果不防护，当家农作物破坏又严重。人生就这么两难呐、啊，有什么办法让人鸟和平相处，让鸟儿不偷吃瓜，让老百姓的农作物不被鸟伤害？这里是捕鸟网的世界，很多很多，但也是瓜的世界。